首先先把控制器，孔位对，孔位对好，孔位先对好，先一拧一下，一拧一下，这个都是一样的。这个要斜一点。我就怀疑万一他那个就完全对不上，因为他这个他就说不好对，就对、啊、说这个我就不确定咱们、那个、我们也不好对，这个是是100%是一样的，因为它是激光切的、嗯、它尺寸不会有差异的。哦，你的意思就记得肯定跟这块是一样的是吧？一样的，这个不会有差异、就是先拧，就一拧好、嗯、就这个拧的时候稍微斜一点点、嗯、因为这个孔位稍微确实是有点点偏差、嗯、然后再那个然后再锁紧，这个就相当于会斜一点点，没关系，但斜一点也可以拧进去嘛，没关系，影响不大嘛。嗯。好，锁紧了。嗯。锁紧之后，然后，嗯，然后来固定在轮椅上来。嗯。从这个缝好，我先把这个套进来。嗯。先把这个螺丝松一些。嗯。这样，好。把手稍微拧一下。嗯。再把这个套进来，嗯，这样伸进来，嗯，这个要套进来，嗯，用手拧一下，稍微拧一下，好，拧好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螺丝刀。放到这个边上，我先把这个调正，调正，然后再扭紧。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那这个就可以通过这个连接。这个线可能不够长吗？就不够长，就差一点。这个线短了一点。这个你再试着开一下机了，我嗯。你可以往后稍微动一下，我拍一下就。它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。是不是改成手动了？嗯，可以了，我。